哎呀，谁呀？你开车不长眼呐？大周五的吵我午睡，搞什么东西啦？哎呦，我的宝贝车没有撞坏吧？漆都擦掉了啊！你这个胖子给我下来，还想跑？想得美！给我赔钱，2000块钱。哎呀，你还有理了你？你把我车撞了，还推我？我看你才是个 loser。看见什么车了没有啊？法拉利，你赔得起吗你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别跟我动手动脚的啊！我是玩命人，咱们要不私了，要么叫警察。还想跑？去你的吧！这脚是还你的啊！跟着你打了我一圈，我有急事先走了，下回别让我碰见你，气死我了！嗨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宝鑫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娱乐游戏视频。上一期我的爷是钓鱼啊，然后不幸掉进了水里，送进医院之后呢，医生也说是抢救无效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今天我们就要去墓地啊，去看望一下他老人家，也算是尽一份我这孙子的孝心了吧。好吧，陵园也不是很远啊，过个桥就到了，我们就沿途欣赏一下这美丽的风景吧。Hello， 哎，这里面好像不能停车啊，不能停，不能停啊，是对这个逝者的不尊敬啊。我们停到后面那个停车场去吧。倒车请注意，倒车请注意。来，这大哥的叫声笑死我了，真逗啊。好的，我们停进来啊。OK， 完美入库啊。走了，亲爱的爷爷，孙子来看你了。在哪儿啊？怎么这么多？这哪找得到啊？你好，你看见我爷爷了吗？他的名字叫炮心老怪。好吧，对不起啊，看来这位兄弟也是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之中啊。节哀顺变啊，没事的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都会过去的。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刚才不小心按了那个翻滚键啊，无意冒犯，无意冒犯，对不起对不起。等一下，这个墓碑怎么和其他的不一样啊？上面还有一些颜料，太吓人了吧。怎么又听见了一些诡异的声音啊？天哪，你们听见没有？这个墓地有点吓人呐！啊，爷爷找到了，这个是爷爷生前最喜欢的盆栽了，也一起搬过来了。看见你太亲切了，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？孙子又想看你钓鱼了，可惜再也看不到了。哎，算了，节哀顺变，节哀顺变。对了，你不是喜欢听音乐吗？孙子给你找一下啊。你一定要每天开开心心的，无忧无虑的，孙子就放心了。这么多歌，随便放一首吧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这个不对，停！哎呦，什么破歌啊这是？对不起啊爷爷，我犯错了，应该是这首歌啊。这首歌你不是喜欢听摇滚的吗？没错，就是这个，送给你爷爷，好听吧？让我们摇起来。哎，太好听了啊！爷爷，我走了，孙子要泡妞去喽，给你找一个孙媳妇回来哈。哎，这个墓地人真多啊，咱们还是走吧。刚才听的那个声音有点瘆得慌啊，现在还起鸡皮疙瘩呢。前面有个妹子啊 ，Hello， 别伤心了啊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早死晚死都要死，你就别伤心了嘛。哎，这妹子好像很自责的样子啊。该不会是被你弄死的吧？他是你什么人啊？哎呦我去，你还在笑，什么情况？感觉这里的人都不太正常啊，好奇怪的。咱们还是快点走吧。哎，你们听，又是那个鬼声音，好像是这里面发出来的。Hello， 里面有人吗？嘿，肯定有人啊，这里面不是人是鬼啊。我觉得晚上来这肯定会更恐怖一点，兄弟们，咱们下回要不晚上来看一下，那肯定相当刺激啊。
今天算了吧，今天炮击受了惊吓啊，有点不太敢了，我们回去休养休养吧。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这个脚真贱啊，快点走吧。嗯，这门口怎么死人了？ Oh no， 这个陵园果然奇怪呀。兄弟们，咱们下回要不要晚上来看一下？听你们的，记得评论下方评论一下哟。炮击回家了，这个天气得变了。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收藏一下炮击视频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